这件外套真的超级轻的，有穿跟没有穿一样，它是真的是薄到一个不可思议。但是它很薄的情况下，它的 UPF 还是50加的，它可以完美的阻隔紫外线，宽板轻量抗 UV 外套。这件外套我觉得非常的好看，是因为它的设计，它是做宽板落肩的设计，而且宽板的版型它其实也是比较通风的。然后这一件啊，我觉得我愿意称它为最好搭的防晒外套，拉链拉起来超好看，里面配一个这样子白色的 T 恤，口袋前叉式的口袋，这样子走路也很好看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你看一下，你过来拍一下，这边呢？这个表面它就是十字纹哦，它是抗拉扯的一个材质。什么是十字纹？这就是十字固定板的那个十字纹。然后它这件呢，它还有生活的防泼水，总共有四个颜色，四个尺寸，从 M 到 2XL。我180公分，70公斤，我穿的是 XL， 真的非常推荐给你们。想要穿搭又想要防晒，最好的一件外套就是这件外套了。